好啦，咁啊到第三层级啊，咁啊，天人者呢个绝地武士啊，咁就莉亚公主啊，咁啊佢嘅宝弓我唔升嘅，仲有最后个招我都唔升，我觉得冇乜用，咁啊就全部都系呢、這个暴击，暴击机会嘅套装啦，咁就我撞啱三角形冇暴击机会。如果有我都會俾埋有機會，係啦。咁但係而家十字嘅攻擊啦，咁其他啲都係有啲速度啊，有啲攻擊咁樣啦。咁就爆擊機會都 85% 應該都算唔錯噶啦。咁就跟住咧係CVPO 啦。咁 CVPO 就其实就生命又得，速度又得，我觉得就比速度同埋你尽量比快少少佢就好啲，因为而家250速度应该算慢，250速度加埋佢嗰个被动技就加多20，就应该27，又系270速嘅，270速应该就唔算快。咁跟住超儿咧，平时就系用暴击伤害加暴击机会噶嘛，咁呢次咧就要速度啦，因为這個第三層級第二波敵人是要盡快殺死的，否則會被黑武士殺光全部人就所以Chewy我就要略為提升一下他的速度。就最後那招可以升可以不升，看你好不好彩，因為如果你不升有時候有機會真的被對方的雪地兵射到你出不到技能的，你可以選擇升可以選擇不升，我就省的，我就不升了，因為平時這招我覺得真的沒什麼鬼用，我自己覺得各個人看法不同，我覺得這招 不是一個很強的 Sita， 不值得升，我覺得所以我死都不升了。韓索羅將軍就全部三招其實都沒什麼鬼用，我覺得全部幾招最後那級其實都我覺得沒什麼冇乜用处，唔知点解，我觉得，我系觉得第一招系有少少用咯，啊少少，因为韩索罗将军会加多啲回合条，但系佢啲技能又唔系帮到好多，又好奇怪咁啊！我净系升呢招，系啦，咁就生命套装啦，咁就其他啲数值都求其收落去，我冇所谓，因为呢只嘢都冇人打佢，唔知点解。啊！等我升一级，我升快少少啦，扔走佢。好啦，就咁系咁样啦，咁就试一试先。咁就留意翻啦，会有两波敌人啦。第一波就冇乜所谓嘅。咁啊，第一波但系临拉尾嘅时候要留一留招啦，留一留啲技能啦。咁啊，下一波咧就会难打啲。下一波系要斗快嘅，所以就你要。好啦，咁啊，首先啦，CVPO 喐先嘅，正常就咁就 CVPO 叫阿莉亞公主加個叫做translation 俾佢啦，跟住就莉亞公主不斷咁放炸，炸到佢飛起得噶啦。係啦，跟住咧就而家咧就雖然唔使點補能源啊，咁就因為呢一招會加回合條嘅。呢招會加回合條，加 25% 回合條，咁就加落去阿超兒度，等佢咧係可以出第二招，將所有嘅啲嗰啲buff 咧移除曬佢。咁跟住你再安全起見啦，將迷亂咗隻坦先啦，嗰隻暴風兵係坦嚟嘅。跟住咧就盡量係控制呢隻雪地兵，因為呢隻雪地兵係隻雪地兵是会做出比较多攻击力，同埋佢掉炸弹会搞到自己人嘅嗰个叫做咩，即系嗰个buff会消失晒，系啦，咁就而家就其实我肯直接杀咗隻雪地兵佢先，咁啊，等阿莉亚公主就三搭嘅三集的 translation 先啦，跟住不斷咁出招啦，係出第二招炸到佢飛起得噶啦。咁就而家開始，嗱而家繼續係去呢、這個用呢、這個移除曬啲技能先啦。咁留意翻啊，呢一隻雪地兵指揮官係會令到其中一隻兵
挑人嘅，呢度要留意翻少少啊！我啱冇特別睇到。好啦，咁就系啦，呢只暴风兵又系唔好俾佢挑人，系上唔到嘅。OK， 咁就而家我会杀死雪地兵先嘅，因为雪地兵攻击力都比较高嗰两只。加回合條件啦，其他公主啦，咁啊繼續炸啦。咁而家開始要留招啦，啲技能要慳一慳啦。OK， 唔好炒啦呢次，要再打過啦。只暴風兵都打死只超人，真係黐線，唔知發生咩事。好啦，咁我应该要收敛少少啦。啱啱啊，队长韩素来应该有一招最重要性，就系系啦呢招。如果双方都满血啊，要回埋呢个防御，呢招应该有机会用到。用方法，我想悭啲都唔得，因为我觉得即系队长韩素，我真系唔想升咁多嘢落去度。好啦，咁就嗱，好奇怪啊！只暴风兵又唔知做乜鬼，只暴风兵唔挑人啊！第一个回合，好鬼奇怪呢个 game。啱啱讲呢招啦，就系呢招炸弹，炸到全部嘅buff都会消失晒，所以就好紧张。又出啦！咁啊，而家要回一回啊 ，Cherry 先，因为而家就唔系交回合少啦，而家就系 Cherry 翻咗原地啊。咁啊，就雪地兵杀咗佢先啦。四特种兵咁啊，打俾佢先。咁就盡量將全部敵人都整到佢有迷亂啦，即係嗰個我唔知叫乜名嘅迷亂，我都唔識啊。咁就以防嗰隻指揮官俾啲咩 buff 佢啦。咁就呢段時間咧，就而家就要hold 住啲技能啦，因為好大機會係會就咁過板噶啦。咁啊，超兒，因為超兒速度算快嘅，咁啊，而家咁樣嘅情況可以出一招都冇所謂，咁啊，照計都同埋我仲 CVPO 係咁出普攻啊，咁會減佢哋嘅施展，咁啊，而家就係啦 ，hold 一 hold 啲招，咁就啊，隊長韓素來都，我諗呢招 hold 一 hold 等一等先，啊，等一等先。而家就慢慢普攻啦，咁啊到啊好啦，到下一波咧就要全火力全開啊！好啦，咁而家就係、是可以隊長韓素羅咧就係、是、回一回阿超兒啲血，同埋會加佢嘅回合條啦，跟住就繼續係轟炸啦。咁啊，同樣地都係以呢、這個雪地兵啊，即係呢隻特種兵嚟去殺咗佢先嘅。咁但係咧，又對面有呢、這個暴風兵會挑人，咁冇辦法啦。咁啊 ，CVPO 第一招要打，要指住佢嚟出，咁就係啦，確保全部人有呢、這個上司先。咁就跟住咧就集中火力係
殺死咗只暴風特種兵先啦。咁但係呢、這個General Fierce 佢會嗌曬啲兵仔幫拖，咁就盡量麻痹佢咯。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出范围技了，那就尽量就趁这个时候呢就将莉亚公主呢就是定是汉苏罗的，哎整落汉苏罗整个全部都有杀死，好了跟住就雪地兵又是尽量控制住他，如果杀死他就你阿公就殺啦，咁啊而家要慎防暴風兵係挑人啦，咁啊雪地兵快啲殺咗佢先，唔知夠唔夠時間打死佢，驚唔夠時間，好啦應該過板啦啩呢次。好啦，咁啊，啱啱好啦，塔姆士喐之前就贏咗啦。咁啊，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咁啊，盡量教快啲人物就 OK 噶啦。